今天呢，我和学校的李莎老师准备来首剪这只巨型的贵宾。在洗澡之前呢，我们去给它做一些基础的护理，包括耳朵的清理、指甲的修剪。接下来呢是这只巨贵的修剪部分，那为了方便去修剪呢，我们是踩在凳子上去剪的，这样美容师的视野呢会更好。那手剪一只巨型的贵宾犬呢，那一定是需要美容师良好的刀工啊，才能剪平剪出形来。